好了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，这其实呢我前几天就已经细心的发现了。你可以看到它从高处落地的时候会进行一次前侧翻滚，这个动作很连贯很帅，至少现在全境的特工啊再也不会落地受伤了。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跑酷的动作来的，它可以减轻你高处落地受到的伤害啊，从脚到肩到背这样转移啊，这是必备的啊。我之前练跑酷的时候也经常练这种从高处落地啊前侧翻滚。好的，我们回到了郑师傅来看一下，他从高速落地重重的摔到地上啊，脚都要断掉的那一种。实际上，TO6 还更新了一个新的跑酷动作，那个动作呢更帅气、更连贯。只可惜我没有录下来，等你们郑师傅推送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体验得到了。郑师傅的 TO6 呢，大概在10月中旬、10月15号或者10月17号就可以登录郑师傅了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！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、硬币、收藏、加关注、加分享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